就你没有一点点一丝丝怀疑。哟，哎，七发狠，哎，对方有枪，谁在发狠啊？是悟空，两边都在发狠，弹弓打弹弓，我跟机场圈没什么关系，我这分肯定往死里去拼。好，哎呀，玉呀。I7 上来先被打鸟打一个，然后开车想报复。哎，血魔被抓了，掩体很差。577过来一个过点，被 Monkey 看到。六幺这个位置好像不是太好吧？在两个人中间啊，打倒了，背上还有一个人。是的。哇、哦， 577也是无掩体反杀。哎，这波很关键哎。对 ，DDT 的人好像都有机会能扶，只要能打赢，那他一点都不急，对吧？秒了，这两枪头。哦，过点打一个六幺，直接想过来补吗？武器机的架枪，双方互给一枪头。不着急的，因为对手补不了。啊，武器机一个雷把六幺给补了，他自己没有打药，在这个时间点，完了。我都说了对手补不了，你自己给自己增加难度啊。这里 DT 有点可惜啊，他这波药他也没打，可能是没他这个分彩呢，也还行吧，就比较安全。烤鱼烤到一辆摩托，他要吃雷了。王鹏完美融入 MCG 啊，走吧。其实顽鹏的性格就是一个不太懂得适可而止的人，需要有个人把他拉一把，就是告诉他赶紧走，别废话了，赶紧走。这个该走，帮忙架一下，应该帮我架一下。二零四撞房，撞的 YLG， 现在四打一，我要去其他人也太远了吧，在海边，已经残了，但子弹不多了，剩的子弹很少。直接跳投，这个跳射现在大家已经练得很熟练了。嗯，这两个人是腿过来的吗？我记得上一个镜头他还在海边，脸太难受了，黑猪。他已经被架死了，他的队友现在也帮不了任何的事情。有可能会被埋到。然后补，阿芬的希望也寄托在下半场。又倒一个，哎，哦 ，MCG 这个位置出现的真尬呀，这个地方。小虎，小虎今天第一天上场，很需要一点数据。哎呦，很完美，小虎这边直接一穿二，这感觉有点雪中送炭的意思了。 MCG 过来的，再打一个云，这样的话 RBS 是在圈边找到了一个小缺口。哎 ，MCG 应该还有个人的才对啊，哥应该是鹏哥，坦克倒的，那就是鹏哥，现在不知道人在哪儿呢。你说这两下很稳，过来直接一臂打，互相一臂打。哎呀，黑猪拿到了关键性的两分，好像有车，应该有车。鹏哥过来，这什么要一打四？鹏哥前面有个倒地的，不知道谁打的，是他打的还是别人打的？应该是他打的吧，应该是。附近也没别的人了。啊，悟空又倒了一个，那只悟空还是两个。是的，鹏哥能不能把这两分啊？鹏哥没了，没药了。我想过他会没有，但是我没想过他直接就被蓝圈带掉了，就毫无画面。可惜啊，鹏哥在脸上有两分的啊。是的，是的，十一个队也不是很密了。这个时候，阶段四，再加上中间还有那么多房子，那确实说明就是有很多地形待不了人。提前雷关门，对方有 C， 对面有 CDG 的枪线的，只要堵住，对方进不来，这波就稳守。他们要出去拿分了吗？兄弟，想清楚，房间里面有一个。小左进去掰了一个，哎，旁边有人，他没看到，
狮子一波倒车入库，一直在看房间外面，没有想到翻了一个人进来，这边 CDG 自己也接客了。但其实 CDG 已经给 Pyro 缓解了很大的压力了。是的，看 CDG 自己的一个表现。工棚里的东西，是房子里的已经倒了，炸到了，炸到了，炸到了，火扔的也不错，来不及换喷子，无畏直接是用762将对方放倒。最后一个，这谁拉出去的？林强，哎呀，林强你拉出去没打过就很尴尬，这还被补了，是的，还被补了，哎呀，这。还好王骚骚打赢了，守下来，但是人不多了，有点，我是觉得决赛圈人数不够，好吧？是这样的，你刚拉出去打赢了，你就是对的，你没打过，你这波锅就要自己背好。是的，我一个燃烧弹扔到脸上，刚才我看见那个玻璃碎的样子了。好，那 SMS 这边又是拿到了四个淘汰。嗯，还有这，还有有效，但是有坑。哎呀，这个完美的陷入了困境。但是有对掉一个，一换一还有的打，好吧？好，直接给雷。没得打，好像没得打，只能活一个。是的，逍遥在这个坑里面混一混。他现在就希望其他人火力猛一点，把悟空打得剩个独狼，最后跟他掰一下。悟空现在被补了两个。蓝波好像扔了个预判雷，哎，另外一边911一颗雷补了队友，然后但是炸倒一个，这应该是队友跟他说我脸上来有一个，对，啊，这里 T9 是跳在车上被卡住了，又被燃烧弹带走，要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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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，这个门进不去，卡了一下，进来了，还好进来了。我太打赢了，裴柔这个圈也要去烂人那个炮楼掰了，是，这个是几儿子？这个我都数不清了，你这么一说我儿子有点多。又打一个劈个男，但是也是补不到，对方还要来了，起来以后打药的时间可能会比较紧张。是的，AZ 被风风放倒，小妖这里动得很灵活，但是没有饮料了。远处许生将 Pink 男放倒，这时候是真的来不及救了。一打一，然后 Pyro 这里用烟雾弹，我就感觉他没有载具动了，好像。可能刚才接点的时候手雷炸残了那些车。是的，我看到他有辆吉普都已经冒烟了。911败了。911输给了 95K， 在数字上面来说5这一位大于了1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是911，有没有想过？帝国干拉有烟雾弹，这是正好烂人的二楼看不太到，打了一个小左，漂亮，二楼干掉了，这个时候不急服。是的，先打掉了二楼的机枪手，然后现在是的，AZ 弱点，这里是正好是烟雾弹的一个缝隙。是的，这里需要 LINK 给帮忙架枪，峰峰这里已经待不住了，蛮龙在佛，烟雾弹快散了，烟雾弹快的不是很详细。知不知道 TMA 倒了一个，哎呀，老马这里头甲有些损耗，人均一倒成就达成。是的，尽量换分，这里小左站起来的话可能会被其他方向打，但是还是要掰，还是要掰 LINKK 完成补枪。是的，这波胜在人多啊，这么多杆枪是不可能。来 KK， 刚才老马就在这倒了。哇，别哥这波帝国干拉被许生发现了，完了，三打四。位置上来讲的话，TMA 会更好一些，但是 Pyro 胜手人多，看近点被闪 了，漂亮，全白。马云龙被放倒，三打二，三打二。右左手边的人是有掩体，右手边有石头，右手边这个人相对更好拔。拔掉就赢了，拔不掉就记。好，炸倒了，漂亮，就这波。而且许生枪响枪之后位置很明显。三个人架，三个人架枪了，因为这火力有差距的。小左这波干拉被打了一个白白的过点，
哎呀，两个人架就跟三个人架是完全不一样的呀。还有雷呢，还有雷呢，再补一颗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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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AZ 在决赛圈是最大功臣啊。好的，恭喜 Pero 十杀吃鸡，那也算是稳住局势啊。缓了一口气。